伊瓦伊洛充满怀疑地看着这些在他面前低下头的波雅尔们，不管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如何表现出尊敬，他知道他们在暗处窃窃私语着那些诅咒的话语。凶手香巴拉，大特尔诺沃也许是沙皇陛下的城市，但他真正的拥有者是波雅尔。伊瓦伊洛知道留在那里等于被判了死刑，但他被绑在这座城市里。沙皇皇后怀上了他的孩子，但是他作为父亲的生涯必须再等等。伊凡阿森的失败并没有吓倒皇帝，他征召他的女婿，一位名叫纳海的蒙古强大军阀，对保加利亚发动战争。纳海是成吉思汗的后代，英勇而健壮。他在高加索与自己的兄弟作战时失去了一只眼睛，因为毁容他失去了成为金帐汗国可汗的机会。然而他反而更喜欢这样。纳海不是一个闲坐在金色帐篷里的人，他成为了部落的拥王者和实际上的掌权者，带领着战士们冲锋陷阵。蒙古人、鞑靼人、库曼人，战士们从多瑙河涌入保加利亚，他们的数量像是利刃组成的草原。伊瓦伊洛连夜赶往河边城镇德拉斯达，在那里他将组建一支军队并站稳脚跟。在大特尔诺沃，玛利亚则怀着他的孩子等着他的归来。蒙古人派出了他们的勇士，要求一场一对一的对决。兰尼斯拉夫接受了挑战。如果他在我们抵达德拉斯达之前被杀死，驻军将会丧失斗志，向蒙古人投降。伊瓦伊洛，必须抓紧时间。沙皇，哈哈，那海涵期待着一场伟大的战斗，别让他失望。我们已在城里储备了您所需要的一切，请带领我们的军队，我们将为他们提供给养。Thank you.
个达旦人在城外等你，他继承卡西姆贝格，说他有个提议给你。伊娃伊洛沙华，我们志趣相同，我们都想要解放自己的国家，杀死这些统治达旦人和库满人的可汗，这些部落就会转而对抗蒙古。
Thank you.
Вашим услугам.祖先曾经在草原上纵马驰骋，我们就在让他们同修，叫相公出来吧，沙皇。现在自由了，消灭蒙古人。千锤百炼才能打造出真正的好钢，因为纳海汗的军队剔除了弱者。
旦兄弟们，我解放了你们，现在让我们去对抗那海涵。那海涵的骑兵多的就像草原上的青草，就算你打倒几千个，无法阻挡我们部落的前进。你打得很好，那海涵会给你一个高贵的死法。处死，然后在呐喊的帐篷前被刺穿。
见了很多塔，但纳海涵不会把他们全部推倒。 沙皇，王位被叛，我走了。
一个骑手来到德拉斯达，要求与沙皇对话。伊瓦伊洛想知道这是否是独眼可汗送来了和平的铁印，但是当沙皇靠着城垛探出身子的时候，他发现骑手是个保加利亚人，他从大特尔诺沃带来了什么消息？他是来告诉伊瓦伊洛孩子已经出生了吗？不，骑手带来的消息是伊瓦伊洛和幸存者们毛骨悚然。沙皇，骑手说道，您在大特尔诺沃的手下全都死了，波雅尔们杀害了他们，并为伊凡阿森打开了城门。伊凡抓住了沙皇皇后和您刚出生的孩子，并把他们作为俘虏送给了罗马皇帝。